那因为昨天的这个整个封面哈，那造成一些强风，那所以我们目前在高雄的这一个南部海这个岸边哈，有两艘这一个游轮搁浅。那今天主要来看，我想在这边第一点，遇到这种这一个船难，第一点一定是人员性命的这一个保全。那在这边我们要非常感谢，好，我们所有的这一个海巡跟警察、消防的弟兄，昨天漏夜的这一个抢救。